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孙清月。经营 YouTube 有伴随着很多痛苦，然后也有很多幸福。痛苦的地方是，做一支影片要70到80个小时，加上有其他的工作或是拍戏，每天睡的时间很少，甚至有的时候都剪接到5、6点。但幸福的地方就是，当你做出影片的时候，有些人给你很好的回馈，因为我的推荐，他看了这些作品，他觉得很不错，那我都会觉得蛮感动的。拍戏的话，演员就是我们做好。演戏的本分会有很多的人，像是有导演、灯光啊、美术，那大家一起共同完成一个很好的戏剧作品。YouTube 的话是因为影片都是我自己来嘛，自己写脚本、剪接、做后制，第一次有这种独立完成一件事情的感觉，但蛮有成就感的。